雨后出晴，重庆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的万亩梯田云雾缭绕，梯田内已经蓄满了溪水，层层叠叠，如一面面明镜，波光粼粼，线条交错，层次分明，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与远处的群山和劳作的村民相互辉映，构成了一幅幅醉人的美丽画卷。据了解，花田梯田蓄水风光最佳观赏期为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中旬。这段时间，村民们利用晴好天气对梯田进行了再次翻犁，5月中旬将进行秧苗移栽。